观众，诸位菩萨，大家好！现在亦不是南北演讲这部《楞严经》第八卷的开始咯。今仔日呢，已经进入了第十二天咯。那么，咱昨讲这个《楞严经》有谈到这个要进入禅定，修这个耳根圆通，要证菩提出三界为者呢。爱持戒清净啦。那么当中有讲的这个持这个不邪淫戒，哦，出家人爱断淫修清净心呢。如果修道人那不断淫修这清净心呢，那么不了生脱死，正成无上佛道呢，无有是处啊。所以呢，咱阿弥彻底啊。断断阴心阴欲以前，甚至还未明心见性人，还未开悟证果人诶，唔好随随便便相信你心哦。因为凡夫心还未净化，你若随便相信你的心呢？哦，系咯，随便相信你的心，容易呢出状况，定定出问题出来呢，互你家己伫遐背未开啊！哦，所以唔好随便相信你的心哦，因为啊，凡夫心还未证果以前，无法度有这彻底禅定，把持会调，控制会调。既然控制未调，把持未调呢，会让你心偏激，会让你心误流，做到出状况的。所以唔好随随便便相信你的心哦。等到你开悟证果了后，你才当相信你的心哦。佛祖有跟你讲，好，来看佛祖安怎讲哈。在这个佛说四十二种经呢，佛祖伊跟你讲咯，信物信你矣，你矣不可信。信物以识合，以识慧，识慧即何生？得阿罗汉矣，乃可信你矣。安尼注意有看了吼。讲啊，真清楚啊，就对啦。伊讲弟子们啊，唔通随便相信你的心哦。哦，信不信你一种，唔通随随便便相信你的心，唔好相信你心内意思。你心内意思，你的心唔好随便来相信。更加唔通呢，你含这女色哦，来拍成一片来斗阵。你若含识合成慧呢，含这女识呢来慧呢，哦，灾祸就发生咯。世间人讲男女呢啊，授受不亲啊，唔当随随便便斗阵。那随随便便斗阵呢，容易出状况。你啊看社会上真济人，伊讲未啦，我未安怎啦，太出问题咧，未啦，未什么状况。正是这人讲这话人呢，拢这人去丢掉，拢这人去丢流。那问什么原因呢？因为啊，你个凡夫众生啊，定力不足啊，往往会出状况啊。所以佛祖唔再讲讲，等到你呢，那出阿罗正得阿罗汉了后，你才当相信你的心哦。哦，因为阿罗汉看了如实，伊心内呢。零零角角清清楚楚，未被伊所转，流转去。看到呢，哎，这杯酒真好啉，真好呢，伊明明白白流转去。人世间难讲啊，色不迷人呐、啊，人自迷啊。哦，酒不醉人呐、啊，人自醉啊。这完全是讲出了凡夫的心无了禅定，无了毅力，
无咧定咱呢，因此比这女色甲这美酒呢，哎，互伊转去啊，伊就搏落去啊，哦，就勒落去啊。原因在这所在，讲等候你证得阿罗汉了后，你才相信你的心魔。无呢，你跟女色斗阵久了后啊，近水如台啊，常常斗阵呢，生感情，就聊落去啊，就载落去啊。哦，好厉害佛陀啊！一语道破啊，有影无啊？这确实有影啊！你若每当个男女去约会呢，哦，尤其啊，走去咖啡厅啦、MTV 啦、KTV 啦，这五六场所呢，尤其是这中秋节，吼、哦，这罗兰的女人呐、啊，这失身的女人呐、啊，或者是中计丢掉呢，拢总伫。这款的总共机啊，来演化出来。哦，伫 MTV、KTV 啦，五场所啦，尤其中秋节，好招出佚佗呢，好 party 就开始跳啊。结果死伫这个五场所呢，哎呀，不计其数啊。所以真济伊个生命线呢，接到这电话呢，唔知要安怎较好。哦，做那点脑筋事啊，讲伊酒中还是伫个。饮料当中放一罐的春油啊，就对了。啊，春油佫无颜色的，无色滴啊。哎，啊，饮料也无感觉安怎？忧心爆发的时阵呐、啊，伊家己也情不自禁。好、哦，有两款情形，是一罐情不自禁，使着伊阴心从压起来爆发。啊，佫一罐是让伊昏迷不醒的呢。然后呾，伊开始做伊代志了。所以伫中秋节，我都爱再出去约会呢。哇，是啊！这款罗兰中计失身的呢，是不计其数啊！所以呢，咱就要讲话啊。佛祖这话是对佛的弟子也好，非佛的弟子也好，是相当对咱一款的座右铭啊。咱敢会当无谨慎呢？有滴慎重起见，咱如本搁念一遍啊。尤其咱这年轻的青少年呢，正该个笔记铭记在心，不可忘怀啊！佛祖伊咧讲咯，四十二种经言，信物信你矣，你矣不可信。信物以识慧，识慧即何生，得阿罗汉矣，乃可信你矣。诸位有明白啦吼？总讲一句，佛祖意思讲，唔好相信你的心哈、啊。哦，你的心唔好随便相信。会甲你误代志，好、哦，唔通甲女性、男性呢来斗阵，哦，男女授受不亲，尤其呢男女这欲望、这阴阳呢，与生俱来，青春期若到呢，自然伊就会知影这味啊，就对啦。那么你定力无够呢，促进就爆发啦，一触即发啦。所以呢，等候你正成阿罗汉、开悟正果了后，你能转正啊，定力有够啊，哦，美色摆在眼前呢，我的心不动就是不动，此乃可信你矣啊！这个时阵才当相信你的心，哦，安尼就了解吼、哦，这点是非常要紧哦。哎呀，讲到这来，咱感触真多啦，一人修道。那还未修到开悟正果啊，有当时你家己出足一个意见甲观念，哦，甚至要做啥物代志，哇，定力无够，人世间人要讲话啊。半暝啊食西瓜呢，黄昏食西瓜，半暝啊反正，就是这意思。啊，明明契约就写好啊哦，哎，甲半暝啊想想讲，安尼无妥当哩咧，哎，那女女甲地出问题哦，因此呢，卡电话紧呢，甲对方讲，讲大呀，咱的契约暂时按下哈，我想想呢，不妥当呢，半暝食西瓜反正，意思就是讲，伊这人的心啊，起起落落，介个情绪化，甚至呢，介个变化伊心，莫怪佛祖讲这句真对，凡夫心无常啊。哦，无常的对面就是常，常就是永恒不变啊。佛菩萨的心是永恒不变的，
一定转境，不被境所转，所以心是不动的。凡夫心无同款啊，哦，拄到境界，人就自占袂调，何境转？所以心是无常变化的，无稳定的，情绪化的，动乱不安的。你注意了解吼、哦，所以这段哦，佛祖讲了非常入骨的话哦。好，那么这人啊，如果这阴欲心压起来时阵，安怎处理呢？佛祖有做着批论，来听哦。佛说四十二种经云，有人犯淫不止，欲住断淫，佛为之曰：欲断其淫，不如断心。心如弓蛰，弓蛰欲止，强者独食。邪心不止呀，断淫何益？佛为说其欲生于逆意，意欲思想生，二心各执正，非识亦非行。诸位有关嘛吼？这就是佛陀讲了，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伊讲有一个 BQ 啦，有一个出家众就对。那么伊的阴心真重，哦，伊还未出家以前有娶妻生子嘛，所以难免过这习气未断呢。所以阴欲是爆发起来后，哇，人真艰苦，哦。那么伊又过未得，无想要还俗啊。因此代表伊修道勇气呢，等摕一支家刀来啦，摕家刀来要创啊，唔是要割头毛呢，要甲南京甲交当着着。吼、哦，这雕塑看着啊，一时间用神通呢，吼、哦，准赶来甲伊先箍正，就讲话啊，伊讲地主啊，地主啊，你那做唔对哦。那么你那是要断音呢？就是要切断你南京啊，就南疆这里、個、哦，这里、個、南音来自南京，哦，要切断交断就对了。与其要切了断呢，不如将你心甲切了断。阴心切了断就无唔对嘛，伊就做一个批论，亲像心，亲像一个工作啦，工作亲像一个主事者，一个头目，头目甲抓起来，哦，甲钳起来。那么下家所有呢，伊随从伊僚奴呢，伊下家手下人呢，下家人呢，都全部停起来，无半个敢起身，无半无几个呢敢骚动呢。同款理由，你邪心那如果无停起来为者呢，你呛人家你南京哦，北京语叫做阴晋呐，哦啊，台语讲就较无好听，甲南京呢甲交断呢。对你来讲有什么路用呢？你阴郁的心无切到断，哎，甲切南京呢，安尼无补意思啦。哦，因为阴郁心为你心生的啊。你心若借机为食，当然都袂想这件代志。哦，想过去的代志，想男女代志呢，想想的家己准，这阴心准压起来爆发，因此呢，也不能自在啊。那么。在要结束以前，释迦牟尼佛也讲一个吉祥话听啦。伊讲欲生于逆意啊，讲男女的阴欲这阴心呢，就为了心而又生出来，啊，你的心又搁为这思想来生出来。哦，你有一个心，啊，心就想讲哇，做男女代志，像女经男经在做迄个阴心阴欲代志。好、哦、想想到尾安尼，哦，你幻想一大堆啊！所以讲，以思想而生呢，真正确。好、哦、啊，既然呐、啊，你的心意甲你阴欲心完全净化，那么这个时阵呐、啊，你自然你的心都恢复平静啊啦。好、哦，叫做非识亦非行啊，就是讲你的色欲。当下依空相应执政的时阵呐、啊，佮加添你阴欲这个行为举止当中呢，完全依空相应平静的时阵呢，你阴心就停起来，
伊意思是安尼讲，虽然世间人讲啊，公心为上啊，哦，你纵然把你南京切断的位置呢，但是你阴心不存在啊。自家讲这句话真对，懂？咱人啊，穿好食饱呢吼，就输这个阴郁的代志啦。咱有话嘛是讲啊，啊，咱人啊是咧身体勇健健，勇敢哪灵呢吼？有当无修道呢？看到花花世界、风男烈女呢，往往呢就想起阴郁的代志啊，懂不懂？哦，阴心就压起来，原因就是呢，这与生俱来啊，都这阴念阴心，唔是即世的人会晓行阴尔，道生累劫，唔免爸母甲你教，你就会晓啊。吼、哦，安尼最正宗吼，所以世间人讲的真对啦，公心为上，咱佛的弟子何曾唔知这道理呢？所以佛祖嘛讲啊，公心为上。好、哦、心就是头家啊，头家若无做呢，下界这个园丁呢，种树下界人都唔敢起床啊，都伊停起来，讲这个意思啊。所以切断南京，以及切断南京，都不如呢，将这个心甲净化掉，净化掉当中，阴心未压未不还呢，而阴欲心将何生起啊？好庄严的几句话，好，咱继续听好哦。下面阁运用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祖讲咯：人怀爱欲，不见度者，譬如定水，地手较直，众人降临，无有多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如心，故不见道。逆境沙门，当下爱欲，爱欲故真，道可见矣。诸位，安尼看有清楚吼？伊即就是讲了一人，伊之所以无法度行明心见性，会道理由真简单。人一个阴欲心呢？要搁是爱欲滴咧，所以人啊怀着爱欲，当然不能见道啊。真有道理。就哪亲像呢？一汤啊嘴清清清呐、啊，哦，但是你呢，用你的手将这汤啊内底那个大大胶胶的呢，好下开涂刷米啊啦，这个米尘啦、啊，垃圾的泥巴呢，给你胶一个呢。规张啊，水全落落落啦！你想看卖啊？既然落落落当中，搁起水波涟漪呢？请借问，众人挖过来看汤啊的时阵呢，汤啊的水呢如结结，要如何呢？将你的面甲影现出来呢？照影就照无啊，对不对？同款理由，咱人的爱欲好真重就对啦。阴心真重人诶，家家互你心呢，如结结结结如，互你心乱糟糟呢，阴心不发啊。所以主张无法当明心见性来见道啊。所以佛祖毋但讲，逆境必求啊，沙门们啊，应当爱远离爱欲，爱欲如果这烦恼心来净化的时阵。都可见矣，都就看得到啊！就是讲汤啊水，你流流流流啊，要如何照你面照会到呢？哦，你就要让这水给澄清，哦，澄清了，水恢复伊平静诶，你面就要清清楚楚，甚至你面有乌斑、雀斑、有条啊子、有诶火神塞子种种，你看看一目了然。所以佛祖做这形容是足庄严的哟。来，等我念一遍啊，注意听哦。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定水，地手较直，众人降临，
无有多吉应食，人欲爱欲交错，心中如恨，故不见道。逆境沙门，当下爱欲，爱欲过尽，道可见矣。好，注意，既然啊清楚了后，咱就要讲话啊。其实修道啊，咱观看中外古今外层的修行，拢摆伫儒释的当中真济啊。所以儒释呐，我都甲远离，阴心净化呢，无迄个讲修道，无就入道来开悟正果。所以做伫经典内底一再强调呢，不论如何要持戒清净、修梵行，道理在这所在。好。啊！如果在世的时阵，哇，犯邪淫的果报如何呢？当然有伊的前因甲后果伫个啊！犯邪淫人伫《华严经》伊安尼讲咯：邪淫之罪，令令众生对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一者切不尽量，二者必不如意灌输。这意思就是讲，来在世呢，你男女有经过呢结婚的手续，大家所认同，法律应正式啊，正式夫妻做男女的证人无代志，这正常诶，人伦道德。那么如果你呢有嫁娶了后，男人去金屋宗居啦，宗教啦，女人呢，红颜出墙啦，哎，代志丢了啊！好，邪淫之罪啊，令令人呢，对三恶道啊，好，对三恶道受这痛苦一连串的果报完毕了后呢，众人来投胎做人的时阵呢，得了两种不如意的果报，第一。车不尽量，懂？你真是敌人啦、啊！过去生中共邪淫人良家妇女，后卖呢？你果报安怎？对三恶道，过你爬起来人道呢？你娶某啊啦！你太太未尽量哦，未尽职哦，还是外口呢？无甲你讨哦！吼、哦，你开始伫遐闹家庭运动啊，就背袂离家啦！迄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有人定遐埋怨啊，讲啊，阮太太吼，实在吼下世下贱哦，不但讨一个哦，佫讨两三个呢，咁遐人家糟糕呢啊！讲过去成长，你唔知安怎共母的啊，做啥物歹决定啊？当然无好决定呢，今生当中你太太都无尽量啊。哦，那么。有的太太呢，伊去烦恼啊。太太是正经，我翁婿伫外口呢，哇，如花如草呢。伫外口呢，哇，阻拦一切女性的对了。分太太呢，足艰苦，唔知要嫁上头。哦，回娘家跟爸母讲歹势事啊。哦，向亲戚讲更加袂使，伫厝里哭袂停就对。你也了解啊，有因果啊，无定着你做太太人过去生中做迄个见不着人的代志啊，无定着呢，红杏出墙啊，讨一尊、两尊、三尊啊，所以呢有这因果，你敢会当怨天尤人，这叫冤枉，这叫冤枉代志，你无的理由讲迄代志，因凡事拢有因果啊，所以佛祖毋是甲你讲。你犯邪淫的人，纵然对地狱有机会去做人的时阵呢，这两款互你头痛，也不可思议，果报的。第一，车主不尽量，女人来讲，讲红在外口呢，乌白来就对了。好，这相对的。第二点呢，必不如也惯俗啊，真简单，就是讲来投胎转世，已经归家伙啊。吼，两个定定定明争暗斗啦，
翁某夫妻，哦，爸囝母囝，吼，这个媳妇种种伫内底呢，完全呢，唔是闹意见，就伫遐呢勾心斗角，永远就不如意啊。叫做呢，犯邪淫的人会得到不如意的冠状。你之所以不如意，就是过去心中呢，遐邪淫的乱想呢，遐完全接触家家斗阵呢，伫你规家伙内底。吼吼，迄、那个痛苦呢，偌好你敢知啊？好好啊，皆享受，知影哦。好，所以呢，咱搁念一遍哈，注意听好无？华严经云：邪淫之罪，令令众生对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一者车不尽量，二者必不如意灌输，诸位有明白啊？吼，好，搁听好。我搁运用呢，伫这罪方呢，报应经来这讲，讲这邪淫的果报啊，伊总共是呢，妇人、淫人、妇女者，四入地狱，男仆当挑，女卧铁床，从地狱出。上升下处，对鸡阿中，这嘛是讲得真清楚。讲你阴人的良家妇女啦，还是女人呢，搁去讨男人啦，哦，这些种种的真唔好的代志呢，命终了后会对这地狱哦。地狱咱头前讲过了，有无间地狱、火烧地狱。哦，八千台就对了。这地狱是依照呢凡夫众生在世所做一切业轻重和厚薄的状况为心所现的境界。那么查甫人会抱这重条啊，这重条抱个红红红呢，你看到明明一个水查某伫遐哦，那天珠绝色就对了，阿那多珠。你挖起就要甲抱啊，抱你甲第四啊，迄就是个抱个红红红单挑，马上佫变为单挑就对了，蹭一个吼，七孔哦，全模糊去，胸前腹肚规身躯暖羞羞呢，死来昏去呢。等候你死来昏去了醒起来呢，佫看女小弟啊，你佫袂记哩啊，走去佫揽落来呢，结果抱个红红红。死骨啊，八千万劫都丢了，算未好啊！为了贪着淫欲之欲呢，因此造物遮尼大果报，我叫算未好。那么女卧铁床啊，哦，啊，看查甫来哦，真欢喜，阴心准夹个，准倒哩，倒哩个铁床啊，啊，铁床是唔是尖，就是尖尖尖的更尖啊！伊倒哩呢，规身骨擦甲脆糊糊呢。哦，血肉模糊去啊，真恐怖啊！所以对地狱总会当一句话讲呀，完全对地狱拢总无好康的呢。哦，无好康就对，所以爱说伊啊。用众人伫地狱受几啊劫圆满了后呢，哎，离开地狱呢，有机会出世咱人的位置呢，拢非常卑贱的所在。啊，伫三恶道内底呢。你要地无精神啊，总是不好待，爱对鸡啦、对鸭啦，伫下处的所在，下处讲较白话就是较卑贱的所在啦，所以敢会当无适宜。好，那个利用这楞严经，我做个讲话咯。如是众生啊，入三摩地，要先念持清净戒律。应断淫心，不参酒欲，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已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这呢意思就是讲，咱既然有心要出三界，修这个修行严大定，那么你首先要严持如来清净的戒律。绝对的，永远要断绝男女的淫心呢。无食一切众生的肉，
更加袂当啉酒啊。哦，所以作者仙人爱天神，佮啉酒啊，禅定啊，信呢，佮对了。所以酒是有漏啊，无究竟啊。因厝啥物讲话啊？佮加添伊要断阴阳呢，哎，佮无持这个不杀生戒呢，想要出三戒呢，根本就无可能啊。伊这就是要结论的话啊啦吼。那么讲到这来，就我联想就讲，杀盗淫妄啊，咱称呼叫四重戒，分四条重戒。那其他微细戒律，拢是为这个四条重戒呢来演化而出的啦。所以修道人来当四条重戒，杀盗淫妄呢，佮只有解脱的位置啊。那微细戒就靠讲靠修啊啦。上歹修就杀生啊，哦男女淫欲啊，哦，啊个呢打妄语啊，啊个呢淫，啊个个所以就偷盗啊，这众生容易犯入。你个所以每每看这个报章杂志呢，往往报传呢，拢种杀盗淫妄代志呢，伫这报纸上、电视上呢，占有十分之七八以上。拢总是这杀盗淫妄所引发的。换一句话讲，杀盗淫妄甲提掉呢，哎，新闻都拢停起来停刊啊，新闻也免上报啊，听你最清楚吼。种杀盗淫妄是重戒啊，又称呼叫圣戒。圣是不戒意思，就是讲呢，你有受戒，犯你家己杀盗淫妄有罪。你老人家无受这个杀盗淫妄的戒，无受犯你家己也是有罪，叫做圣戒呢。那么饮酒就无同款啦哦。那么饮酒称呼叫做是戒戒，戒就戒杂，哦戒杂，哦有安尼佛陀这条戒呢，因为呢。你若饮酒了后，有可能会犯了杀盗淫妄，所以酒戒个酒会加之着你呢，犯杀盗淫妄，安尼称呼叫加戒意思。哦，像你饮酒了后会壮大，会做着杀盗淫妄代志啊。哦，你毋要看一个人呢，伊要害死人，啊，伊惊惊。所以饮一寡酒了后壮大呢。半茫茫安尼，啊好啊，唔做咩啊，唰，堵落去啊，血钻出来，化着要害，当下死亡。本来唔敢抬，啉一寡酒咧来壮胆。本来唔敢强奸，唔敢啊做男女代志呢。哎呀，啉酒呢，半马西马西，人会讲一句啊，啊，伊啉酒了再做这代志啦。哦，那亲像安抚自己，多少过失。有这是重大意思，因此犯这邪淫嘛。哎，所以饮酒唔敢偷的物件，饮就输了重大、啊。哦，莫今麦甲一碗遐大碗，一碟遐大碟，无铁定啊，可惜啊。哦，饮一个酒诶，重大甲搬动诶，会丢流啊。本来唔敢讲白贼话，啊，饮一个酒，花言巧语呢，用色奇异呢，全部甲搬出来。构成讲白菜条件，因丢了啊！所以讲，饮酒也犯了杀盗淫妄，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伊甲动起来，甲制止起来，理由在这所在。那么咱们讲话哦，饮酒如果无受戒人，伊饮伊无过失，即只有受戒，因此饮了酒，才有犯了过失。即讲个清楚所在，所以呢，饮酒戒这条无列入这个呢四重戒内底，吼、哦，所以世间人饮酒呢，伊无受戒，无过失。啊，若有受戒人饮着这酒戒呢，安尼有过失，即叫戒戒。戒之理呢，唔通呢去触犯着杀盗淫妄，所以佛陀用意在这所在。好，咱注意去听哦。啊，饮酒哟啊，到底什么情形之下呢？酒的定义是如何啊？来，咱听下。
酒的定义啊，既有酒味，含有酒精分的，饮后会麻醉、放逸的这款的饮料，名为酒液。简单讲，酒就是讲，你鼻里家底有酒味啊，含有这酒精分，饮咧家底会用醉茫茫，哦，你的三叶会放逸。因此呢，位移会来失态，安尼即款的饮料，咱称呼叫做酒啦。所以外口有一寡呢，即系用水果制的酒啊，拢总未使。水果放久了，外口变酒味。或者即个食物放久了有酒味，有酒精分的成分走出来呢，即款你也要饲家清净的人，酒完全拢未当食。除了安尼以外，比如社会上啦，住舒舒康啦，这也未使；食毛灰啦，这也未使；吸毒啦，这也未使；吸这强力果啦，食这安非他命啦，甚至呢，海洛因甲鸦片呢，做一个端端正正的国民也好，或者地主也好，完全唔好去吸烟呢，绝对未使。哦。因此，食你家地会损害你身体呀、啊。所以呢，这个、酒物件，咱富的地主袂当食。除了酒以外，会伤害咱身躯肉体，会海洛因啦、鸦片啦、食毛灰啦、吸毒啦，这完全同款，拢总袂使的。好、哦，注意唔造印象无啊。过去呢，讲一个公案，就讲。一个查甫人，伊有受魔戒哦。啊，这中年人呢，哇，一间业障现前呐，业障浮起来呢。酒毒，真爆发，伊酒坛真爆发就丢了，想要饮酒，一下无聊呢，米酒饮出半罐，就开始忙啊，就丢。然后啊，伊呢，看到隔壁呢，有一只鸡啊，伊走尾去啊，两只是呢，当时佫看到呢，隔壁呢，伊一个足水的女性，一个中年人的妇女，好长水就对，两只太太啉酒哦，然后想甲这女性呢，哇，共飞咧啊，飞咧了后，人告到法院去啊。比乖呢，泥巴呢。那么当中呢，因为饮酒呢，好犯几条戒呢？来，我讲听，五条戒拢破了了去啊。第一，法官甲问呢，请借问你，是毋是有甲迄女性甲伊非礼无？伊头一句就讲无啊，无。伊当下犯两条戒哦，第一，伊讲白贼。伊有共非礼讲无，佮第二伊犯邪淫，讲隔壁只鸡仔用偷掠有无？伊嘛讲无，结果安怎？偷掠鸡、偷刀也掉了啊，抬鸡也掉了啊，杀青刀，共强暴个女性呢？淫欲也掉了啊，讲白贼也掉了啊，啉酒也掉了啊，所以啊，为了啉酒当中杀刀淫妄犯了了去啊。所以我称呼这叫做是算未好难呢。所以做好的地主也好，唔是好的地主，当然也未得安做啦，对啦。所以呢，有阵时咱啊，用个世间法甲配一个阿母红啦。所以讲，杀刀饮梦饮酒呢，都配合儒家的思想，都五常啦，仁义礼智信，有道理无？有。好，第一。杀生叫做无人心啊！这人真残酷呢，无人心。杀生就是人啊，无人心啊。你饲不杀生，这人人人君子啊。个第二呢，如果你若无人偷盗呢，你这人有义啦，有义。别人女色唔好共占有，你人有义。
别人物件袂当随便讲偷窃有疑。哦，啊，你人袂讲白贼话，袂打妄语，你人信用度有够。啊，讲话呢一言九鼎啊。哦，话是讲出你家己呢，一言说出数百万堆啊。但是你讲话一切呢，拢完全讲话会互信赖，你做人有诚信。所以呢，卖讲白贼话当下，就是儒家所讲的偶像内底的信啊，是不是啊？仁义礼智信，迄、那个智就是咱佛教讲的，你卖啉酒，卖啉酒人伊保持禅定呢，伊脑筋清醒，智慧就生啊。哦，所以酒界那死了好人，伊智慧是真超人哦。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啦，拢总完全无所谓呢，去啉酒的。如果十方三世诸佛，哪有一尊佛讲伊啉酒呢？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有做讲啊，酒是所谓呢邪戒，因为伊呢。饮了家己精神散乱，饮了家己乱了又方寸，饮了家己失态啊！饮醉犯了真济真济，互伊不堪回首代志啊！所以做好个地主，敢会当饮酒啊？袂使。所以这段个经文是完全讲出了，释迦牟尼一直苦劝咱，唔好犯杀生、偷渡。邪淫、妄语、甲饮酒，如果若吃了会清净的物质，安尼这人必然我着超出三界，证成无上菩提。安尼就有证证吼，这点非常要紧哦。那么要结束以前，咱把这楞严经经文搁念一遍哈，大家记好。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应断淫心，不参酒欲，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有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诸位安看有定吼？伊即个是讲做佛的弟子啊。如果要出三界为食呢，必然爱持戒清净，也唯有持戒清净呢，安尼才有法当出离三界意思啦。所以呢，佛的成就就是有那位持戒来圆满。所以一个开悟圣经有讲一句话啦，伊所以讲啊，讲三业清净佛出世啊。三业不净，佛灭度，有无啊？有有缘讲，意思就是讲，一人若持戒啊，持戒心口意三业完全清净咯，安尼如同佛来人间同款。佛来人间是啥物情形来人间？三业清净。哦，莫佛是欲来解说。啊，这个佛啊，还佫三业不清净，六根不清净，啊，要人称为佛啊，讲这叫膜拜，啊，咱台湾话叫做假宝就对了，这念字就弘扬去讲卡成屁啊，三业都无清净，啊，要人称为佛哦，还佫人万道之道，还佫讲高傲慢，哦，佫袂讲随意，佫会讲挑拨离间，拨弄是非，哦，佫两色的啊。哪里会当称呼过分呢？绝对袂使啦！你注意清楚吼。好，伊个讲，三业那清净不出世，心口意三业完全只个清净咯。那么清净的总共之下，当然你就是佛啊！佛在人间。最大伊个要领就是一三叫清净，安尼最有了解吼。哇、啊，那清净呢？哇，时间够到咯！一见下，咱明仔在楞严经第八卷呢，
第十三天，同一时间再会。